北堂的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、小伙伴们，大家晚上好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兔年吉祥！我是曾月涵，我是吴多佳，我是刘瑞瑞。在演出开始之前，我们请齐牧师上台为我们祝祷。哇，谢谢三位主持人的中文非常好，我们为我们鼓掌一下好吧。谢谢他们为我们主持啊，我们今天感恩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过新年，我们一起祷告啊，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主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恩典何其广大，让我们可以带着感恩的心齐聚一堂，愿主耶稣你的爱今天从天上浇灌在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。主，也愿主今天整个会场满了基督同在的馨香之气，愿从头到尾荣耀归给你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谢谢齐牧师。第一个节目是由青少年和英文堂为大家带来的乐器合奏《新春快乐》，请欣赏。